生活面小面子。这个钥匙呢，在家务都有吧，平常的开关门必备的。那么这个钥匙如果家中有废旧的，千万不要给它扔掉，特别可惜的朋友在生活中解决家里烦恼事呢。如果就可以来去除静电的。平常呢，我们穿脱衣服呢比较干燥，很容易产生静电，噼里啪啦的，就需要用到废旧钥匙，它是金属材质的，就会呢划一划呢释放出电荷，就不会产生任何静电了。第二个用途呢，清洁墙角缝隙的污渍，特别难清理干净，只需要废旧钥匙包裹抹布。它有一定的硬度，这样子滑动呢就可以轻松的清洁干净了。大家以后打扫卫生呢就可以用到这个废旧钥匙来帮忙哦。那就可以来拆快递的，平常我们都会网购吧。那么如果呢是拆快递的话，没有力气呢很难拆开，就需要钥匙来帮忙哦。拆快递呢没有剪刀的情况下，就需要用到钥匙来给它滑动一下。它是特别尖锐的，大家看一滑轻松打开，好不费劲吧。第四个用途呢，可以剥瓜子的。平常呢吃瓜子的话，剥的手疼痛吧，就需要用到钥匙来帮忙哦。钥匙都有一个小孔的，需要深入到里面的转动一下，可轻松打开哦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大家看非常的快速，手不疼痛哦。吃瓜子的时候就可以利用上它了。第五个用途就可以做书签的。平常大家都有读书的习惯吧，那么我们呢看书的时候呢，如果呢临时有事要离开，这些书如果盖住的话呢，下次就找不到了，所以说呢就可以用到我们的钥匙来帮忙了，做一个书签的，那么下次呢就特别好找了，书签的钱呢都可以省下哦。没想到吧，废旧钥匙呢利用在生活中这么好用，大家赶紧利用上吧。